来了，各位，来，这一次呢要介绍给大家的饭店不得了，嗨，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，喜欢吧？它这个大厅呈现给你就有挑高嘛，然后像这边墙啊，就是摆以前那个老板他小时候的玩具，甚至他想要结合一些台湾的东西，就主打一个年轻人。最棒就是它上面还有一个酒吧。对，它其实这个饭店的设计有点简单工业风，是它的房间，你一进去看以为你什么都没有，但其实你仔细看，你什么都有。而且你们现在很期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还是会慢慢来。我现在比较期待看你泡澡。看我泡澡可以啊。这个饭店最棒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逛完夜市之后再 check in， 对，下午再 check out， 是还比较便宜哦。对，有优惠的方案。它有很多种方案呐，蛮建议大家平日来，因为这个方案是给平日的时候使用，就是一个夜猫族方案。重点是这里对。24小时都吃得到东西，而且在下午酒也有酒，对，要泡面有泡面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棒、啊。有零食有零食，但是下午来的时候那边也是有一个像是那种迎宾酒可以喝啦。哇，超棒！年轻啊，在电梯这边就给你一个泳池的感觉，就一见哎。对啊，就告诉你从这边爬上去啊，就可以到泳池的意思吗？就可以到这梦幻的泳池。我很少看到雅念笑成这样。来了，房间来了，噔噔！哇，这个房间看似好像什么都没有，但其实什么都有。你会以为进来这个房间你就一张床跟一张椅子，嗯哼，噔噔，看看墙上，仔细看这边，就是看你想有桌子，它就是很简单的利用那个空间。你看，你要小桌子这边也有，椅子也有，椅子也有，它都收纳得非常好，等于在小小的空间利用到最大的效率。这里真的很棒，很舒服啊，所以我就蛮。如果你买一个小套房这么一点大，我觉得 OK。对啊，进来这空间有多好，然后主要你看落地的玻璃窗，真的啊。哇哦！有没有就是捷运站这个市景都看得到了，好不好？漂亮，舒服了，居高临下的感觉。然后它的厕所呢，也是走一个工业风，而且这算你喜欢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，而且你也喜欢这种白色瓷砖，对啊，之前在阳明山那个最简单的，你看这房。什么都能，但其实最简单最困难。它还是会有一点设计感的那种感觉在里面。那你想要就是多，你想要用的东西，它通通都有。哎，这个电话我也好喜欢，我到时候我就看哎，这电话一台啊，32800，而且要从国外进来，因为我之前本来想买。也是这个配色吗？对，然后按键是冰箱，超迷你、超可爱的，你看看，噔噔。哇！你有在台湾看过这种冰箱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看过拉出来的冰箱，它也是有点那种简约的设计感。冰箱里面虽然没有东西，可是这个饭店有提供24小时的饮料。没错，你只要拿起这个玻璃瓶，我们到公共区去装水。走，你看它上面这个标志可以烫衣服的，然后这是茶水间。重点来了，你看，你烫个衣服，有个帅哥陪你，多好！哇，好棒哦，还粉色的。来，告诉你。这里有提供饮用水以及气泡水，哦，哎，气很足哦，哦，它24小时无限量供应，只要想喝随时来都有，然后跟饮用水，然后装完之后呢，它这个气泡就像你说，气泡很猛，装8分满就好，不然到时候水瓶会破裂哦。就是你装，我刚刚太满了，说起来它这个气味慢慢泡掉。光是这个你不来住吗？就在这，你看高空的，哇，有没有还可以玩桌游，然后有投影墙。如果这边这样照过来的话，几乎你整个市景都有了，超漂亮的，居高临下。对啊，这是跟我们房间看出去差不多的意思哦，就是看你是哪一面。对啊，但这边就是很大一片，就整个大台中都看到，在你的眼底。而且你在这边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包场啊，自己好朋友的时候开一个小 party。是，我觉得这平日的时候感觉上面也蛮多的，很适合来交朋友哦，因为这个饭店主打就交朋友啊，年轻人嘛。对，
好不好？台湾雕，盐烤台湾雕，老板很有自信的说，他是第一个把这个搬进来夜市的。而且来到这边之后，你看他的价目表不单单是只有台湾雕哦，还有盐烤鲈鱼、白虾也有，甚至连蛤蜊也有，凤螺也有，就是有一点来吃那种海产摊啊。它好大一只哦。而且老板，你这个鱼是吃起来是新鲜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来自东石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想问你的这样子真的是一只240吗？对。怎么那么便宜啊？对啊，经济实惠嘛，而且是新鲜的啊。好，那一只台湾雕，一只台湾雕啊，你要蛤蜊好，啊凤螺也来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啊生蚝要不要？要。好。啊，哦你们自己点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子。好，走。满满的，有没有？这蛋白质。对啊，在我们京城夜市也是可以吃到海鲜的啦 ，pro 的啦，对不对，弟弟？你一个，来比一个，你看，对，第一名，看京城夜市第一名。那我先吃喽。你今天都海鲜呢，你真的确定你要这样吃？对啊，然后他还弄一个玛卡鸡汤，我不太懂什么意思。我跟你是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？你就放弃这个想法。来，请吃，请吃，请吃。我要先吃鱼哦。哦，好嫩哦。嫩吧。很新鲜，因为老板不是说他这个是嘉义东石那边海水淡水各一半养殖出来的，所以不会有土味，所以不会有土味才可以做这种类似清蒸的概念。它盐烤也主要是外面的盐巴，主要你吃都是吃它的原味，而且在夜市里面可以吃到这样子这么大一只哦。台湾雕，台湾雕，雕就是刺少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这样很方便，都没有什么刺，哎，那一大块下去都不会怎么样。然后就淡淡的一点，你看也可以吃原味，也可以吃它这边有给你们的这个胡椒粉，对不对？嗯。冒着烟的时候这样子看，哎呦，可口。我最近很需要蛋白质，因为觉得跌倒两次消耗好大。我觉得我一个人可能可以吃完这一整只鱼哦。可以啊，因为它好吃，然后大家好朋友出来这样一直吃一直默默聊天啊，就一下就吃完。就是你不用害怕热量的东西啊。这个也算蛋白质吧？我不知道生蚝算不算蛋白质。哎，生蚝算蛋白质吗？算吗？一个，哦，它有一个，一颗一颗这样子。然后要吃什么海鲜都有，就连这个哦，哎，蛤蜊也大颗。蛤蜊刚煮出来这样，哇，就是那种最一开始剥开来的时候，上面就会有这样完整的一颗，咬下去就是满满的鲜味。哦，好像在海边刚捞出来的。哎，它其实很多呢，它这样子蛤蜊汤，看我们已经吃掉了三个，你看里面都还是哎。满满的感觉，这个全部出来其实根本也没什么汤了，全部都是那个蛤蜊。觉得在这里生活还蛮幸福的，中部凤螺嘛，对不对？在那边还做得到凤螺啦，在这里吃海鲜真的好舒服。哎，哇塞，好有肉，漂亮。哦，很棒，汤的刚好，所以咬下去的时候很 Q 啊。这边是脆的，下面有比较软一点。它很棒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吃胡椒凤螺，外面这个胡椒也都会太多，但老板刚好很恰到好处，只有在洞口这边，所以你入口的时候这个胡椒量我就是刚刚好。白胡椒的呛辣。那你们是彰化人吗？对。啊，京城夜市怎么样？超棒嘛，对不对？超棒，每个人都是幸福的表情。你们有去过汉西夜市吗？有。喜欢吗？你喜欢。你是彰化人吧？麻烦请说京城夜市，我是京，你看嘛，对嘛，我们彰化的叫，哎，你干嘛？你是心虚了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哎，你是不能撒谎，撒谎会丢一下，你看这样子。你觉得这样子会获胜？我觉得我们两个说不准，不如让大家自己心中当一个评判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现在，因为我们现在社群媒体上面啊，就会有开放，你对你自己喜欢的夜市去站虾的话，那你推荐哪一个？你喜欢京城就投京城，你喜欢汉西就投汉西，然后就有机会可以抽得这两个夜市提供的折价券，就是可以得到汉西夜市，赞。